雅虎娱乐报，每天给你最劲爆。我是 Apple， 是瑶瑶。最近呢，素人想要爆红，透过网络这个管道是非常好的啊！真的，网络无国界啊！整个台湾的话，蔡阿嘎算是一个代表，没错。但最近日本啊，也有一个男生非常的厉害。Oh my god， 我知道。他的影片呢，在我 Facebook 上，我的朋友不断的转贴，我太好奇，点进去看。就太害羞，不好意思跟你讲，我都看了三遍。真的假的？就是拓野哥，拓野哥太强了，很强。但是你知道，女生看的时候要先注意一点，就是你要点那个影片的时候，音量先关小，真的，不然会令人非常的害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到底有多害羞呢？拓野哥，这个上周在台湾网络圈爆红的日本男人，他怎么红的？又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呢？一切都从这个综艺节目说起。日本当红帅哥谐星德井义史，由他主持的深夜付费节目《德井义史的限制级教师》，模仿日本高收视率电视节目《矛盾大对决》，每次都会请到最与最不的天平上两个极端的人来 PK。最近找来了号称暗黑界丈八蛇矛张飞，最会忍的男优泽井亮接受 PK， 而他的对手就是绝对让你忍不住的高速吸引拓野哥。低级夸张的情节让拓野哥迅速从日本网上红到台湾来。原来拓野哥全名井口拓野，是日本同志圣地新宿二丁目一家小酒馆的老板，大家都称他生喉咙压缩的拓野哥。自从上了德井的节目后，在二丁目无人不知，网友更是激烈讨论，所有拓野哥的一切都被人肉出来了。大家从照片讨论他爱吃的，还有他基本功的练照功，以及他一张张风情万种的生活照，都成了粉丝们或是看热闹的人的抢手物。网友更用 Google 街景地图特别找出了这家位于东京新宿二丁目的名店胆固醇，还有人想为他规划旅游行程，也让许多想一睹拓野哥那娇羞的本人的粉丝们用这地图成功朝圣到本人。大批影迷涌入要跟拓野哥合影，甚至有粉丝特别为他创作漫画，简直是新一代男性心中的男神呐！雅虎娱乐报，网络红人无奇不有，千奇百怪，无预设立场，不抖。